我来教大家怎么安装这个小恐龙的围栏哈。那这个围栏安装是有一点难度啊，因为它这个是完全紧配的，这个在安装起来哈才会安全。好啊，你看一下这边，后面这边有个钩钩，这里要先进去，所以你这里要用力推，推到底啊，推到底，好，有没有？推到底。好，那你看这里的位置啊，这一条是要在这个位置啊啊，不过你看哈、啊。不好推进去，因为它是完全紧配的。这个卡点要进去，这个卡点，你可以两个啊、哦，比较有力气的朋友一次两个压下去啊、哦。那也可以单边，你看到、哦、这个单边，我们先把它推到定位。好，换这一边，有没有？再把它推到定位，卡住啊、哦，卡住好了之后，这里。压一下就恢复，压一下哈、哦，它这边会再撑开，让它非常不容易脱落啊、哦！你看这个都已经非常牢固了，